昨天晚上去哪？就同事离职啊，欢送会啊。欢送会喝这么多酒？欢送会喝酒正常的啊。有没有女生？你说清楚。没有。你看着我说，有没有女生？吵什么吵啊？一群闹，办离婚嘛。迟到快半个小时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快好了啦，快好了好了，再等我一下，待一下哦，再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好了。一直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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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底是还要多久？大头，你欠揍是不是？再用换，以后不买新的给你。收，垃圾拿去丢，吃完拿去洗，一下，去洗澡睡觉，一下，才几点而已，你在急什么啊？